像这么大的鼓包，梦魇罗就不小了。哎，看、啊、都演了，在这里，出来吧。关键是，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走吧，那个太小了，就不要了。哇塞，哇、哦，这个肉怎么这么大呀？我的天哪！看，像这样的梦魇罗，没个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的。这个小肉肚，回家之后炒个青辣椒，那还不盖铁帽了。它这里边这个沙也特别多，所以说梦魇罗清理这一关是至关重要。也是这个袋子，最近有点疼，昨天挖了好几个，今天来这边又捡了它。这种海龟一定专车吧，要不然它会断。先给它挖深一点，挖得越深，它那个逃跑几率就越小。